布林协会警员分工合作，把蚊子铺伫咧裤卡，然后把火卡落，印刷人工豆豆收集，过程是真够干。我咧上侪吗？你好看。协会表示，伫市场顶头，正少看到人工花茶，为了增加产品的优势，因此因家己来试验制作。只是甲一般用拍的人工花茶无同款，先用人工造粉的方式来增加花茶香气。因为伊是木材的香味，啊，木材的香味吼，烧伫咧花内底，啊，迄个当然伫迄个制作过程内底吼，有淡薄仔技术的问题吼，所以讲就是讲，迄个烟熏味时阵，互伊吸收伫个花内底，就变作。有龙眼花的香味，也有蜜的香味，也有烟熏味的。其实协会这两年已经先透过跟农民的合作销售人工花茶，发现消费者真喜欢，因此因才会想讲进一步用烟熏的方式制作，希望会有更大的商机。植物里面来讲，它应该是一个品质对我们身体相当养生的一种花茶。因为从它的营养分以及它的天然，以及我们那个尤其有一种那种蜜的一种味道，所以说我们东方美人茶呢，它就是有具有有这种味道。协会表示，等台因制作烟熏花材技巧更加好了后，有机会生产，发展为地方产业特色，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